欢迎来到珀斯野生动物园，西澳大利亚珀斯最受游客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。来这里度过一天美好的时光，看看澳大利亚最多以及最罕有的地图野生动物。这里拥有超过2000种不同种类的动物，体验与澳大利亚最有趣的动物互动的刺激。当然，见面、喂食也可以和它们一起拍照。在这里漫步，享受我们公园场地的宁静美景，或者捕捉我们的野生动物景点。我们的所有节目、互动体验、拍照机会和动物食品均包括在入场费内，所以在公园里不需要额外的消费，您可以在珀斯野生动物园充分的享受和体验。我们的景点活动包括探访树熊，享受这个特别的一生一次与树熊的体验，随时随地的拍照，不收取额外费用。事实上，我们会确保能让你获得很棒的照片。与袋熊朋友们见面，您将会爱上在我们独有的澳大利亚宅基竞技场举行的互动体验。您可以在那里与袋熊自拍，或者与其他可爱的朋友们见面。刺猬袋鼠散步，经过袋鼠围栏外，在宽敞宁静的环境中亲近观看，提供免费的袋鼠食物，您可以体验亲自喂袋鼠的快感。农场秀，请您确保不要错过我们的互动农场秀，你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澳大利亚农场的技能和吸引力，包括绵羊毛修剪、训练、马背上的马厩、羊群和其他等等的惊喜。当他们要求志愿者一定要把你的手举起，孩子和大人都可以参与，但这些都只是我们珀斯野生动物园的一部分活动及景点。要查看我们的所有的景点设施和旅游信息的完整列表，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overshamwildlife.com.au。珀斯野生动物园，一个适合一家人来体验地地道道澳大利亚生活的地方，度过美好的一天。